我觉得这里的关键问题呢，可以把它定义成为在什么样的场景下，然后把这个车开多快，或者把这个交通工具开多快，它依然是安全的。那这个问题我认为在这个自动驾驶领域需要回答。然后如果这个问题回答了，或者说它回答到什么程度，可能就决定了我们的交通效率能够改造到什么程度，可能也就进一步的会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但是这里面呢又涉及到好几个概念，这几个概念呢都需要被精确定义，我们目前是缺乏精确定义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场景，场景决定了商业价值。因为前面我已经讲到，就是虽然整个政府包括社会面是受益方，但是今天去推动这件事情的是企业，所以企业一定要有商业价值，要有商业目标，所以企业需要找到一个价值足够大的场景来回答这个问题，它要解决这个场景里面的不和谐的现象，然后提供它的这个产品的价值。那这个场景到底是什么？那我今天没有答案啊。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啊，这些场景都是，但是它的市场空间会是商业上的关键问题，比如说货车司机长途开车疲劳的问题，可以通过辅助驾驶或者自动驾驶来解决，但是有多少人愿意为此付费啊？也包括这个在港口啊，在这个空港它的这个货运的问题，在一个封闭环境内它的这个运货的这个自动驾驶问题，包括在物流场景大型的仓库内啊，所以这个商业场景呢是我们需要去考量的第一个被精确定义过的关键问题，这个恰恰也是产品经理非常需要去关注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在这个场景里开多快是有这个商业意义的，因为你开太慢好像也没有太高的意义，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什么叫做安全，就是需要非常精确的定义出来什么叫做在这个场景里的这个安全。所以有这几个约束条件之下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衡量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价值了。那在这个之外呢，我觉得是谈不清楚它的这个价值的。然后自动驾驶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可能经常会被媒体给误导。那我自己觉得呢，大家或多或少的可能是有被误导过的啊。自动驾驶这东西呢，今天是受到媒体和资本的追捧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对于我们这些做事情的人来说呢，未必是一件好的事情啊。因为中美之间的这个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就是自动驾驶在美国的资本市场是被追逐的，但是中国的这个城市环境和美国的城市环境是远远不同的。首先美国的资本呢，它需要新的概念啊，尤其在 AI 的这个大背景下，自动驾驶我认为是对 AI 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抓手，它能够催熟整个 AI 技术，这个场景非常好啊，因为基本上把这个从感知到认知到决策最后到行动做成了一个自闭环，所以开成他们在做这个智能体，对吧，在做这个车单车本身单个智能汽车它本身的这个智能系统。另外呢，我认为像欧美他们具有人才基础，就是做这方面他们的人才储备是够的。然后大家这里面最不可忽略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城市环境。美国的城市呢是它是城市群的概念，而且它每一个卫星城发展的都非常的好，所以它城与城之间呢是基本上是通过这种长途路来连接的，而且它的路况也比较好，所以在美国我认为会有大量的这种类似于中国开高速的需求。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是属于以巨型城市为主，对吧？上海应该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个巨型城市了之一吧。那类似这样的城市呢，其实杭州超过1000万的人口，放在全球的其他国家来看也是一个巨型城市了。其他国家可能几十万人口或者是十万人口都是其他国家的一个大城市，但是在中国不是。所以在中国开车跟在美国开车我认为完全是两个概念。第二个呢是涉及到人力成本，欧美的这个人力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在中国不是，在东南亚这些地方完全不是啊。所以大概在2年前我看过一个一些材料，然后有过一个判断的，比如说在物流的场景里去用自动驾驶用无人车这样的功能，那对于这些企业的客户来说，就是去做物流的这些客户来说，他们还不如多雇几个人，对他们来说成本会更低，就是他们投入这个新技术的成本是高于他们
在这些地方去多雇几个人的这么的一个成本的。所以我想讲的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恰恰就是为什么当年印度做不出蒸汽机技术的原因啊，就是因为英国的人力成本过高，所以他才会有动力去做技术创新。就是所以所有的这些事情决定了中美之间的这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同样去看这个自动驾驶这件事情。那我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去过，包括像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然后甚至像尼泊尔这些地方，大家可以去那些地方感受一下，就是他们的那个道路非常狭窄，然后人挤人，然后基本上是以摩托车为主，摩托车、电瓶车啊，然后你去开的话，这个就像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走路一样，它是在以这样的道路下去开车，我很难想象自动驾驶在这种场景下应该怎么样去运行啊，反倒是在一些高速路上，我认为可能会是自动驾驶一些场景啊，所以这是从这个环境的角度啊，我认为还是在解决这个场景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回答到底是解决了什么场景的什么问题，甚至都要决定是不是用自动驾驶本身去解决这个问题啊，然后才会衍生出你们讲的种种的 AI 的能力，包括这个车路协同的这个问题。这个特斯拉它会去做纯视觉方案，跟这个很多其他的厂商去用激光雷达的这个方案呢，可能很多人没有去关注的一点就是，我认为马斯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或者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我在瞎猜啊，不一定准啊，但我瞎猜的，我认为马斯克做这个决策的时候一定考虑的是未来他这个车是用在火星上的，所以在火星上是不可能车路协同的，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纯视觉的方案。马斯克的愿景是要把人类带到火星去，成为一个地外文明啊，他要迈出这一步，所以他为此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其中的一件事情呢，特斯拉为什么他只做纯视觉方案而对于激光雷达完全不感兴趣呢，是因为在火星上你也建不了轨道，也修不了路，更建不了这个对应的基础设施，所以他只好靠纯视觉方案，所以他解决的是完全不同场景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把这两个技术路线做过多的对比，因为可能中国在解决对应问题的时候考虑的是城市的场景，但话又说回来，就是我们所有的道路都不是为自动驾驶去设计的，所以今天是有很长很长的路需要去走的。然后这里面又跟新能源的问题搅到一块，然后新能源的问题又跟碳中和的问题搅到一块了，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还跟电池技术的发展搅到一块了。就是为什么要用电呢？因为燃油车上它也装不了那个电池，就是它都没有空间去放那么大的电池，然后今天你的这个车要把它变智能，它必须有那个电池，所以种种东西就成为了一个约束条件。所以在这些约束条件之下，我们就有去定义这个关键技术的这个，或者说关键问题的这个可能性。这个关键问题定义出来之后，我们才能够定义所要拿出来的对应的关键技术到底是什么。那光从技术的角度，我也觉得自动驾驶可能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催生 AI 的这么一个场景了啊，它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性问题，我还不觉得它是一个算法问题。因为从一个车来 也好，从一个无人机也好，或者从更大规模的一个系统建一张网，对吧，把整个车路协同建起来，把城市大脑建起来，从这些角度来看，把智能道路建起来啊，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然后每一个局部的问题可能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失败。所以这个系统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系统得有个目标。那今天这个目标我没有看到，大家没有定义出这个目标，所以我觉得大家讨论的所有东西可能就都像一个空中楼阁，就是我们讨论算法也不对，讨论安全也不对，就所有东西都不对了，因为系统缺一个目标。然后这个目标呢，我认为我刚才提出了一个目标，但是大家可以再进一步讨论啊，就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跑多快它是安全的。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进一步去被精确定义过的。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听这个杰克的这个分享呢，我自己感觉到自动驾驶可能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商业定义技术还是技术定义商业的问题啊，今天看起来像是反过来的，就是我们先喊出来了自动驾驶四个字，然后再来找场景，这其实就是拿锤子找钉子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是非常的危险的啊，但从整个社会面或者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可行的啊，但是这里面的操作技巧还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好吧，这是我的一点分享。